应该是这样。然后年纪越大，烦恼都不一样。他是等一下在坐，他要坐那个车，汽车车在。对对对对，在下去车去接我，然后开车，咱们那个离餐厅很近嘛，所以就过去吃。然后我先给餐厅打好，让餐厅准备。只有这两桌就很方便。没有缆车的时候是怎么上来的？我好奇。从那边可以爬阶梯，就是阶梯，一共有7000多级台阶。那应该很那时候很少人吧？很多，还是很多。现在也有很多人。你看咱山上为什么那么多人？这边没有人。是爬的，对不对？爬上去的，或者说那边还有一条缆车。那个就是那个，你可以坐缆车，坐像我们一样坐车，坐在半山腰坐缆车，坐那条缆车上去。你也可以选择全程爬，或者你选择。